间。先写这个竖画，再写这个横折，再用点来代替。向右挑带，压下去重，然后再轻。过来之后向下垂直，拨出去。里面这部分向左上方靠。两个横画，连笔竖写，向上面靠，上紧下松，下面空间大点。注意在高低要变化，左边间距小，右边间距大，这要短一点，要长一点，要长短变化。仰撇，由重到轻。向左下方斜行笔竖画，由轻到重。左方轻入笔带过来出锋，北方向左带竖画要细，要垂直，这三个笔画啊，高低要错位，所以依次错位下来，这画连接的部分要接的轻一点，不要太重，要虚一点。山字旁在左边的时候要写的向左上方靠，不要太大，笔画要细一点，小一点。下个笔画相呼应，向上带，这个蜡笔是少有的出锋出尖的，这两个笔画笔断一连，这是与它相连，这间距要小，实际说更紧凑一点，这样竖。把这个蜡笔突出要画山字旁靠左上方，形要小，笔画要细。